移轴，一种摄影的技巧，可以将真实的世界拍出玩偶都市的感觉。大千世界的人与事，多少体面光鲜与冷峻孤傲，看似荒谬，但都真实存在。透过移轴，我们捕捉这些人那些事，寻找社会主轴外的移轴人生。工人嘛，就是三点一线，上班、下班、吃饭、睡觉、车间，就这样子，像机器一样的。社会上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普通的劳动者，但是在这个文化当中，我们几十年以来，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只有资本的或者是少部分人官僚精英的声音和文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正常的。工人文化就是，应该没有一个东西叫做工人文化。我是一名工人，在我的户口本上写的就是劳务工。我当然是一个工人啦，要做嘢先有饭开嘅就系工人。我哋系工人，但系我哋都系人，所以咧，雇主咧一定要对我哋好似屋企人咁样咯，唔该晒。对了，昨天我们呢收集了在场观众几一百多两百张的那个小纸条哈，他们都会说到我们工人有一些特性。如果当佢哋觉得自己系工人嘅时候，佢觉得工人呢最重要嘅特性呢就系有生产力同埋有创造力噶。同时对于自己的生活是很不自主，而且呢受到了剥削。就算呢系搵到钱，其实呢都唔系搵到好多。那这个是昨天觉得自己是工友的朋友几个共同的分享点。城市的路太硬，踏不出足迹，小草扎下根，难以活下去。我来到这城市，感觉无能为力，没有金钱，没有后台，一天的路在哪里？老师说带着梦想，可现实把梦想击碎。
在当下这个啊所谓资本全球化这么一个状况下，其实两岸三地的就是工人或者底层的民众面临的问题其实相同的一个就是大的资本大的财团对这个劳工或者民众的这种空间的压缩是越来越厉害这样的。在压迫的过程中，这个能量的积蓄也是在越来越这个积攒，越来越会往外这样的对抗这样。就是几十年以来，我们只是关注这个资本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但是往往却忘了谁去为这个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做出了最大多数。我们进城，我哋今日这个 concert 好特别啦，这个 occasion 好特别，我哋喺中环一个好繁荣嘅地方，然后我哋咧系嚟支持一对工人嘅艺术团嘅。咁其实我哋即系生活上好多嘢，好多嘅电子产品啊，或者所有嘢都系中国嘅工人去做出嚟噶啦。我哋点样可以将佢哋嘅声音带翻入去即系主流嘅媒体入边？工人嘅声音可能喺这个即系主流嘅文化里面是缺乏的。我们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些教育项目，可以协助基层女工、打工的女性、打工姐妹，可以借助多媒体这个平台，可以找到她们的声音。我们欢迎我们的乐队再次回到台湾。好，谢谢大家。我们是来自北京的新工人艺术团，今天晚上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给大家一起唱歌，谢谢。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其实在中国现在有从农村进入城市有近3亿的打工群体，在我们看来这是中国新的工人群体。可是我们只是看到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高楼大厦，我们的经济的增长，可是我们很少能够去听到工人的声音，很少能够去看到工人的贡献。今天晚上的一些歌曲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歌曲，都是我们根据工人的一些生活、工作、一些体会、一些我们的一些痛苦、我们的欢乐，下面这首歌曲由许多为大家带来一首《打工号子》。
工友们啊很需要呐喊。我不知道来到香港之后大家需不需要呐喊，特别据杨景林老师说，这是资本主义最繁华的核心地带，我不知道在这种楼的下面我们需不需要呐喊。休息啊，好，这首歌让我们试着来呐喊一下。其实很多工友是不认同这个身份的，因为这个身份工人在这个社会上来讲是得不到尊重的，意味着你就是给别人打工，所以得不到尊重。很多工友就希望改变自己的身份，想发财致富啊，当个小老板，这是很多人想的。但事实想是一回事，事实上是另外一回事。工友们非常辛苦的工作，在城市打拼，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孩子的身份和命运哈。普遍来讲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将来能够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发展。因为事实上在我们学校很多孩子，像学前班幼儿园的孩子，他就是在北京出生的，很多也是从老家很小就把孩子带出来在城市生活长大。孩子们包括很多现在80、90后很多一些年轻的工人，我们也经常跟他们聊天，从主观上来讲大家都希望在这个城市生存发展，因为我们来到城市为城市做了这么多贡献。从客观上来讲，你说现在谁回农村去，回农村去做什么呢？我们是来自深圳横岗中低音共鸣乐队，我们键盘手陈志国，一家玻璃厂做质检的，吉他手黄小娜，目前在一家 NGO 上班，贝斯手吴月珍，一家外贸做文员，鼓手董军，目前在一家琴行从事教学方面工作。现在在这里跟你们说话的是来自横岗伟泰玩具一名合格的喷油工汪中心。重低音嘛，低那个也就是说在音乐里面它有 CDEF 啊 CDEAB 啊就那几个音嘛，用我们自己的理解呢它也是代表底层的那个意思。那我们所理解的工人群体的声音是很有力量的，而那个低是低音的低，但是也是底层的意思，重视有力量很有重量级的那个。歌名叫做《南工宿舍》。这是一首比较轻快的歌，现场的朋友们一起来好吗？心里头
却从没有人敢对他说出口。那个时候是就说那个时候刚出来打工，满脑子很多幻想那种，然后呢在一个工厂里面呢然后呢对，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很多那工厂的生活是很枯燥无聊的，然后基本上下班了之后呢大家就会在宿舍里面就没事做，会拿一个木板摊在上面，然后两边都是床，那种上下床的那种，都坐在床边就围在一起，就说喝啤酒啊，抽抽烟呐、那种。然后呢，就那个时候就把这种东西就记录下来，就因为自己喜欢唱嘛，然后就把它唱出来，然后就这样了。我们南宫的宿舍它是在一楼嘛，然后那个时候呢三楼是女孩，对，厂里面下班了之后呢有好多女孩就会从我们那经过嘛，那个现在才是重点啊、有一个漂亮的女孩，然后只要她在过的时候我们都会就会起哄之类的是等于对那个时候的那一段生活的一个记录吧。如果你问我，哎，我这个是搞艺术吗？我可能就我只是就是说，我觉得我只是用我擅长的方式把我需要表达的东西我表达出来。你不要说我是艺术家啊，别。艺术也是一套话术了啊，说话的技巧，有点开玩笑，有点像真的，就是说艺术也是一群人啊，有一些文化资本的人，他说这种叫做艺术，因为我的这种艺术它脱离了日常生活的说话的样子或是表现的样子，我觉得它是一套规则，可是我就在想说，对我来说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被定义的，所以只要我们有能力开始发展自己，说我也要讲说什么是艺术，我可以表达自己的话，我觉得这才是艺术吧。我们是台湾来的黑手纳卡西工人乐队，今天就不多说了，我简单介绍一下，迪浩，他现在是在工会的一个组织工作者，王明慧，他在庭管工会，7月1号刚好60岁退休了。我叫刘志强，我在国际机场的地勤工人，今年工作有30几年了。陈波伟，是我们的创团的团长，卡卡。然后坐在那边打鼓的是玉林。办了沪上沪往，今年办了传唱，就是想要将这个底边弱势的各个群体，他们之间彼此互相参看，因为我跟你之间可能有差异，可能不了解，那团体跟团体之间的差异可能更大，透过这样的互唱，我唱你的歌，你唱我的歌，彼此去了解你处在的社会处境跟位置，你可能碰到了什么困难，我透过这样的沪上沪往能够了解，那我觉得弱势者要在这种基础底下，我得要先了解你的社会处境，我才能去体会你在什么位置，
这个团结的可能才有可能被凝固凝聚起来。一般人他其实他有他自己的声音，他有他的故事，他有他的故事，他的故事反映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反映了这个社会。我们有一共同的信念，就是我们借由工作坊去让这个人说他的故事，他在说他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是个协助者，让我们更看到这一群人的处境。那同时我们也会有一些想法跟他们对话，那个作品生产出来就不是，虽然是他的故事，但他就不只是他的故事，是一种集体的创作。前一天晚上还参加一个台湾的在1996年发生的官场抗争风潮里面这些工人在16年后的今天政府对他们有一些动作。我们今天带来这首歌其实跟当时的1996年台湾的官场失业的风潮很有关系，然后这首歌也跟黑熊Takashi诞生有关系。这首歌叫做《服气个屁》。周润发在台湾有一个提升饮料的广告，他站在很高的高台上，跟一些经理阶层的打扮的人，然后对着下面戴着工程帽、安全帽的这个工人说：“台湾的工人，你们是台湾经济奇迹幕后的无名英雄。”那下面的工人就说 ：“Hockey 啦 ，Hockey 啦，就是闽南话哈、哦，就是 Hockey 啊。”好，那当时呢，那么多人失业，那么多人生活无以为继，所以我们就说一点都不服气，是服气个屁，服气个屁呀！啊，对。我的福气啦，福气啦，福你一个屁屁。福气啦，福气啦，福你一个毛毛，这个叫毛了。毛。哦，毛什么都没有的意思啊。快出来压抑没有能力跟没有条件连讲话可能就很困难的人，我们在这个工作坊里面的功能是让那些很没有条件能讲话的人，让他们能够有多一点的机会出来讲，而压制那些比较有条件有能力说话有音乐能力的人，有可以表现的人，是我觉得是让这个东西的平等让它站在一个立足点平等上面。总会让我找到一些力量，因为有时候感觉一个人待太长时间，会感觉到碰到一些好多事情，会感觉到很孤独、无力感。然后当有一种机会的时候，啊，突然好像很多希望的那种感觉，好啊，很有力量的那种感觉啊，每次我都会有这种感觉。在坚持坚守不离开，把枪的热血一飞，要为你曾经有痛苦。